天气逐渐转凉，正是时候跳进暖暖的温泉里面疗愈一下。根据旅游平台统计，北投、礁溪、乌来热门温泉景点最多人关注，特选全台八间温泉饭店，日式温泉汤屋、露天风旅，仿佛一秒飞到日本，还能一边泡汤一边欣赏百万夜景，安排来趟温泉小旅行，趁机舒缓身心。北投是台湾最负盛名的温泉区之一，聚集许多充满日式风情的顶级温泉饭店。日先生加贺屋国际温泉饭店，全馆采全日本建筑技法的雕琢，传承日本严格培育的管家服务，更拥有许多如美术馆般的收藏品。踏入饭店就像来到日本，旅客可换上浴衣，在独立汤屋体验北投白王泉，尽情享受纯日式五星级泡汤体验。来到曾评选为台湾第一梦想度假胜地的北投大地酒店，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四层楼高贯穿大厅的藏书阁。饭店内除了拥有独立汤屋，能够感受快木香气及精华白皇泉外，更设有独家四季下雪的大众风旅，营造异国泡汤氛围，享受顶级泡汤时光。同样位于北投的三二行馆，全馆设计理念融合了白水树木的自然意境，圆润木质调的客房空间、石器汤池，每处空间皆蕴含了山水交织的当代美学。馆内是有多个白黄、青黄汤池，同时也提供欧式芳香或东方经络舒压按摩，让泡汤的旅客拥有丰富的体验。礁溪温泉属碳酸氢钠泉，是台湾少见的平地温泉。其中礁溪老爷酒店以顶级舒适著称，有温泉、游泳池、SPA 池等，隐秘奢华的环境适合追求品质的旅客前往。除此之外，泡在富有浓厚日式风的露天风旅泡汤，白天俯瞰整个太平洋，夜间可远眺南洋平原的灿烂夜景，享受奢华度假体验。乌来为冬天必去的泡汤圣地，温泉水中含有碳酸氢钠呈弱碱性，有滋润皮肤、促进新陈代谢等效果，又被称为美人汤。旅客来到紧邻南势溪的湖石励志温泉会馆，充满绿意的造景仿佛置身世外桃源。房内有巨大铁锅的锅物汤屋，充满原始风情的泰雅汤屋，及以观音石打造的南国汤屋等，轻轻松松在房内一边泡美人汤，一边赏山景或是海岸景观。进入富生满志就能感受满满的泰雅族传统风格。户外公共空间特别打造庭园及通往汤屋的必经之路红之圣堂，穿过锈蚀的隧道，私架映照出乌来独有的空灵山林景色。馆内提供多种森林系汤屋，例如被群山包围的森木，跟能将山景尽收眼底的象玉等，沉浸在山林中的泡汤体验特别疗愈。以艺术和生活意识为旅人打造疗愈身心灵的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也不可错过，仅有23间客房的私密空间规划，提供精致顶级服务，不易被其他房客打扰。泡汤之余，船外还会传来阵阵鼓声，一边观赏乌来山河美景，一边感受艺术氛围。苗栗泰安乡的泰安观止温泉会馆，开个大厅给游客宽广的视觉享受，依地形高低差结合山与溪的自然景观，加上大片的落地窗设计，让视觉无限延伸。无边界泳池及户外泡汤区，各区景观各有特色，舒服的泡上暖乎乎温泉是超幸福的高级享受。